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在《吃鸡与灵图》的某些房屋中，有很多这样的人偶，穿着白色的衣服，看起来非常恐怖。那么本期的问题来了，人偶的内部是什么样子呢？会有器官吗？今天我们一起来揭秘。先走近看看哈，这些人偶眼睛都是白色的，嘴唇是深红色的，看起来真的吓人呢。不过油油的手臂真让人出戏啊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一起透视进去吧。哎，进去之后头就变透明了，啥也看不到了。我们继续下去，这下倒好了，全身都消失了，只能看到手腿和衣服了。搞了半天，原来这个人偶就表面一层皮啊，其他的是啥都看不见。我还就不信了，再看看其他的去。这也太让人失望了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我们下期见。